你先给我从看合同开始，找出这里面的漏洞，还有矛盾点，列举出来。什么时候要？明天一大早。哇，这么狠呀！不行就说。行，没有什么不行的。 别忘了，我是不是没跟你说，陶俊辉来我们律所？要不然我还是自己叫车回去吧。我被谁利用了？人家能利用我什么呀？他们利用你的急迫。 你不如就当自己没有成功，以及也没有能力去奢望这个位置。你现在所有痛苦都是因为你伪装进取心的欲望。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对陶俊辉有想法？不用了。老杨，咱们行旁边开了一个拉面馆，特别好吃，中午我请客，咱俩一起去啊。